我想一个病毒，所有人才忽然发现，原来这些界限都是我们自己画的。病毒根本不鸟你，只要你生活在这块土地，你就逃不掉。每天忙着爱吃饭，也发出了幸福感。雷德曼公司的主管仓协理是这么说的：我希望我的员工进来每个都是干干净净的，你的工会到时候又发函给我，很麻烦的。也就是遭到公司恶意解雇的理事长，我们要求神脑公司应该要立刻让他复职。还我工会理事长，判决不公，判决不公，我们现在的这个薪水，从你第一年开始做起，未来整整27年都不会再有任何的调整，一块钱都不会调整。17条人命啊，到底还要多久牺牲多少人命，我们才能够换到一个安全的居住场所？无良雇主，必死一公，必死一公，值得现场。我们为什么还要让他拿这些校产？9亿元的校产不是私校董事会的，这九亿多的校产是来自于教育部常年拿人民的纳税钱来补贴收的学费，长期积累而成。铁道局给我的承诺都只是风吹大风，王子不会在。他的轨道呢，离我们的民宅只有4公尺，离我们的教室呢只有10.4公尺。不管你是建地、产地还是农地，你的地就是政府免费的提款机。我们今天这台重建，就是要弥补过去的伤痕，过去国家做错的事情，为什么到今天还没办法做修复？只要听到你们这个遥远的对话，跟我讲一句话，我还活着，我已经放心了。为求和顺自由，海望天光，创造求和顺，释放12条人。目前为止，台北车站没有任何一条规定是不可以在黑板上实地而坐。对方的民众来说，保持活下去就是很困难的事情。请问我可以来收养吗？不行，你们必须要先去离婚，这样的专法真的平等吗？这标准管制的重金属项目里面有3种，不到百年就已经会危害到农作物的重金属，会影响到治安问题。货车人员都还在进出，但是我们经济部却告诉我们说，哦，他已经断水断电，那是不是经济部在流程上公然说谎了？我们开了100多次的记者会，我们和行政体系不断的澄清抗议，包括我们看到黄平是这样的蛮干黑手。党开挂，副水源，副水源，黄天秀反复的提出，我们真的是反对设立养殖场，要讲死而不保哎。好好看看，注意啊，告诉黄炳辉，我
赔给美元公司，台东县政府的钱也就是我们纳税人的钱。两百四千三，台北市电台，民办是老朋友，民办是老话，我要真正的永久，我要真正的永久。이몽모가관도다이